6月14日，俞灏明录制了一段读微博未关注人私信的视频，他在微博分享该视频放话，私信尽管发，怕了算我输。视频中俞灏明读到不少黑评，但他似乎完全不在意，还笑出了声。我在看未关注人私信，这段挺逗的，给你读一下。一个杜老板不就会唱戏吗？牛什么牛啊？认识贝勒爷怎么了？贝勒爷有皇上大吗？不管你演什么唱什么，我都不喜欢你，讨厌你。不要说你是小鲜肉，你不是，你就是个屁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出名的。还有一段，给你读一下。原来挺喜欢你的，自从看完你的《那年花开》，一点都不喜欢你了。你咋那么坏呢？